微推荐一个出叠珠的小小注意事项，就是呢，你最好在你有鬼步或闪现的时候再出叠珠啊，要不然你真的很有可能出完就直接下一波送头。300，那刚刚一直被戳啦。今天开台前我是380的，本来要回到500分的，他妈一直遇到白痴。提莫戴米，提莫上单，我到底要用什么打？天哪！哎，兄弟们，提莫哎，是提莫哎，你们可有曾在 rank 看过提莫？我是没看过。我再吸一把。血流成河，对面都选提莫了，你们还要秒，可悲。先嘴一顿啊，不想赢都不要赢，有种抽我，真的很可悲啊。这边都选提莫了还要秒，还建议秒，建议秒，秒你个大头鬼。欸、真的进来、欸、真的是提莫哎、欸、干真的是提莫哎、欸、啊在哭是不是啊，路福提莫王吗？哇还有 skin 哎、欸、大魔王提莫。未成年靠背啊，这不是那个老板吗？这不是刚刚那个露露吗？那演员不就在我这队？奶昔球哦，没有啦，没有了，不是，未成年玩提莫，但是呢，我并不会因为你未成年而对你手下留情啊。那个 ID 我昨天实况出现，对啊，这个未成年昨天有撞到他，他前期等可以凶我，但是随着时间他会越来越可悲。如果他打赢我呢，就代表他是绝活哥，他一定有特殊套路，要不然我是不知道提莫要怎么赢吸血鬼，我是真的不知道。直接给我大口吸的提莫啊，我只能说很棒，很有种，他妈我没遇过这种啊，直接送血量啊。不愧是未成年，操作起来也像是未成年，脑袋还没有长齐全。他过来抓抓藤柱而已啊！这提莫带 TP 啊、哦！TP 提莫怎么玩？他残血，他不回，他在勾引我吗？各位，他在勾引我吗？他是在勾引我进去逮捕他吗？然后他要顶级操作我吗？除此之外，我想不到他不回的理由啊！唯一的理由就是他想要勾引我进去逮捕他，然后他要顶级操作我。可是这件事情在我心目中是完全不可能会发生的。我们多砍一下，我怕他遇到打野会死。真的是，刚刚应该多砍一下的，我没打好。他这时候 recall 很可悲啊，他应该知道他自己打不赢我，他 recall， 那我就碰见啊，他就掉兵啊，他就掉，嗯，直接中魔抗啊，你出坦装换血换得赢我吗？你这么绝望啊，提莫，出坦装，有啦，出坦装是会比较耐久啦，就是要比较久才会死一次，你知道吗？但是终究还是得死啊，提莫。诅咒哦，吸一下150而已。你的回血好像有点慢呢、欸，提莫。但是你有可能现在吸奶啊，你有可能卡莉在这边啊，所以我会再给你们现在尊重。为什么看影怪怪的呢？我觉得看影这波怪怪的、啊，不过算了，没有差很多，算了。啊，第一件出潜行的是爪，认真吗？那道具又不能开，他出那个皮肤轨道好吗？便宜啦，谁他妈会玩郊区啊？会看不起我是不是啊？他妈世界冠军打了个路虎还要玩郊区，然后分数比较高，自嗨是不是？不，不要问这么看不起我的问题好不好？他在里面隐形啊。说实在啊，提莫真的能扛哎、欸，他出魔抗是能扛的，但是也就是扛而已啊，没有啥用。他感觉是绝活哥哎、欸。说实在的、啊，虽然刚也有人在帮他吸奶，但是玩提莫到现在还没被我单杀，一定不简单了。真的必须得说，我们必须给他适当的称赞。不觉得。啊，下路拿头开始送了，没有被吸奶还是自己送的，送完再掉皮、欸，有点可悲被打回来。他手比我长哎、欸。Thank you.
备差距已经出来了，你就别觉得你还能够不被我单杀了，真的。破皮时间到 ，Happy 破皮 time。复活，再一层吗？他没 TP， 再一层吧，感觉就不会有人了，对不对？下路这么近，一定先找下路啊，不会来找我、啊。队友在凶，你就要跟着凶啊。顶级血池，太顶了！这个吸血鬼还 bait 了一只蟑螂。Happy time， 游戏结束。嘿嘿嘿，选提摩也想赢啊啊！这年头选提摩也想赢啊！这把直接上帽子吧，我们太肥了，看得出来吧，兄弟们。这把太肥了，直上帽子。这么肥的蟑螂在我面前也是不值一提。你们刚好看出来他六个头吗？满血，我想去给蘑菇炸一下，感觉也没差，物色一下有没有蘑菇可以炸。我要躲，他躲在这兒。艾莉都弹到了，他是以为我是白痴，他是哎、欸，等一下我真的是白痴。艾莉只是飞比较远，你看到没有？然后呢？你这样出魔方，你有什么机会杀我？原来是想吸奶啊，小提摩啊，小提摩吸奶成功，哎，够了够了，等等又可以出这个了。我跟你们讲，吸血鬼如果肥起来，直杀帽子的胜率是最高的。打个会战吧，我们现在会战实力不错。嘟嘟嘟，干嘛、啊？看到我在做，你们敢打吗？太阳暗龙了，要不要？好，哇，顶级闪现。太菜了，这闪现无法想象，是来自于一个313的辛佐拉。这种操作在世界赛要出现要被怼三年了。我认为身为一个大师玩家，不能发生这种操作。辛佐拉，哎呀，就说很容易念错吗？对不对？有时候还是要佩服这个简化说法。朋友是一个坚韧不拔的纪录片。冰女，冰女，辛佐拉就求女，求女。奥利安娜就发条，发条。哇，你在那边辛朵拉还是什么艾莉拉，有时候脑子转不过来啊，对不对？这样子记清楚，冰女，冰女就不会错了。抓抓走，不玩不玩不玩，不了玩不了玩不了。哎，这补血是做效果吗？这补血也太烂了吧，我必须得说，补了这么久，补了100滴而已，这不在做效果吧？是吧，对面好像还有的打、欸、可以啦，我吃的蛮快的。啊哈，臭小屁啊，猫咪，哈哈哈哈，你看看你 UCCU 啊，卡利兹啊，点了吧点了吧，好嘞，直上帽子状态好好，21分钟 ，AP 450，血3100，哎，这个世界表上像个枪哎。等我装上脚。妈妈。嗯，别输了吧，看。史丹利肥得跟猪一样啊，肯定出叠书。哎、欸，别送啊，兄弟，玩什么东西？拿了八颗头去送。我现在鬼步加点燃，应该是不会死。各位推荐一个出叠书的小小注意事项，就是呢，你最好在你有鬼步或闪现的时候再出叠书啊，要不然你真的很有可能出完就直接下一波送头，就是很基本的，但很多人都没有在管。夹一下，这个夹定了，这一波夹定了。自己认呢，这把看起来队友很废啊，我看你要输啊。哎，乘数加4，谢谢你哦，提摩，谢谢董内啊，提摩。不是出顺风啊，不是啊，队友在送啊，这把我死不了啊，所以我才出的啊。你们要会判断啊，要会融会贯通啊。啊，这把我死不了，我为什么不出？而且这把队友刚刚耍废了，我觉得我要 carry 啊。啊，如果那种我很有可能会下课的局，我就不会出啊，不难理解吧？这个喽。
书二十层巨肥吸血鬼游戏这一束居居思密达杀光下去先杀再说哎呀干嘛去啊先杀再说屌打账单感觉我们的吸血鬼就是稳稳健健的强你莫呆咪先嘴一顿啊不想赢都不要赢有种抽我但是呢我并不会因为你未成年而对你手下留情啊史丹利他是有的白痴冰女熊女发条冰女辛朵拉艾丽达不愧是未成年操作起来也像是未成年史丹利跟未成年一样